看多好。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焦笑龙，现在去果园地里摘两颗桃李子，这两天桃李子是熟了，在回城里的时候呢给曹爷带一些，曹爷嘱咐了好几次呵呵就想吃桃李子，走现在过去摘。那个树有点高，就把梯子也带上，现在桃子也好了，桃李子完摘些桃拉碰。走，在桃李子走。哎呀，到了。哎，就剩这两颗了。看地上掉下太多了，地上掉下太可惜了，都熟透了。都叫这个粉儿吃了不少，看个不多了，实际上这还能摘不少了，收的特别好，还再不吃真的都让外面粉儿了、虫了吃掉了。不管咋尝的都不知咋哈，曹爷就该吃这个桃李子，看到不这俩子都咋哈，摘完了咱这都对了。哦，可惜都让虫子吃了不少，真是。就吃这了这两天，就少下这么多。来，再把你框框地上来。你说光地上就套上几袋子，太多了，套，可惜的要命，哎。挤的不得了。嗯。哎呦。这太好了，这太好了，这顶顶上还有到几颗了，我上给你摘。老李子这几颗太好了，不要糟蹋了。哎呀，看这一大袋子桃李子，回去洗一下，洗一下，走，拿车里给曹爷吃。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焦笑龙，洗出来两盘子桃李子。我不管尝的，我先尝上两颗。这个曹爷在城里呢，说了好几回了，来城里的时候一定记得给他带上些。家里的这棵桃李子树今年本来结得很稠来着，上一个礼拜还想着说咱赶紧摘，赶紧摘，结果就我刚出去了两天，结果回来以后就好多掉地下了，掉地下了。所以我们今天过来就赶紧把这一棵树上的全摘下来，不过也剩不多了。洗出来两盆家里吃，还有一些就拿城里去吃了。来，赶紧先尝一尝。吃了两锅了，还想吃两锅了。咱吃了两锅了，都有点饱，还想吃。嗯，不错。嗯，不错，很到位，很到位。有喜欢的朋友们可以过来串来啊。家里还有一些，再过几天就没有了。谢谢大家观看我的视频，有喜欢的朋友帮忙分享转发一下，谢谢。